九天见到会带来比较节奏感比较多一点。嗯，没错没错。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呢把我们的把热情借给我们。大家可以一边吃个美食佳肴，好吃的嘴巴摇摇摇，手可以跟着动。对啊，已经都开始敬酒了哈，这感觉还蛮好的，好像一家人一样。能喝的喝多一点，尽量喝啊。我们是因为上班嘞，突然也很想，已经很想下去喝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下来换我们的 Vincent。好，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，现在最流行的我们的真的数字的乐一个数字的团体啊，听说也要开演唱会了。我一看要开演唱会啊，他现在已经等于是除了五月天以外，另外一个我们台湾最红的一个另外一个团体，天团，对，天团，蛮厉害的。911911的歌曲啊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嘻哈装脚琴》。各位朋友，我喜欢的朋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谢谢，我需要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的掌声，谢谢。这个，今天。